五四三二。视线不要飘，不要飘到，一直看着他。然后那个学长，学长咬字再帮我清楚一点。大写的，别打。哈哈哈哈哈！哎，还是你要先那个试镜，我要配音。这是一集吗？没有，这是会剪一个花絮。刚拍完这第一场，对不对？对，没想到第一场就讲台词。去，你再讲一次学长。我这不会拉，你知道吗？学长，啊，走不出来。学长，原来学长，真的假的？我真的不会拉。学长，所以你今天的角色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言简意赅的两个字，校花。不是校花，是校花。我昨天跟我妹说我要演一个校花，然后她听着哈，你要演一个校花。不是，各位，是校花。校花，校花，校花，记得配一杯 Starbucks。 对啊，谢谢嘉雅哥请大家喝饮料耶。校花拍了两场，就又休息了，根本是来喝星巴克的。你刚拍完两场，你觉得跟上一次拍《花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上次拍什么？哦，经典台剧啊！哦，《花下》对，其实想想我客串经验很丰富哦。哎，客串《花下》，客串那个《你的情歌》，你台语剧跟像微剧都有，啊，电影客串过，台语剧哇，网络剧也客串过，全方位艺人啊。剪掉也是会紧张吧，一点点拍起来有点紧张，因为就是校花毕竟不是我的个性，我不是一个校花，然后我今天要演一个校花，所以然后讲话又要有点甜的那种，导演希望我塞奶一点，可是我平常就不塞奶的，然后希望大家看完影片大概想说这人是谁吧。对啊，今天早上的设定是时尚什么美丽的风格，主要是说就是要让我看起来很时尚。来，你转一圈，你转一圈。有吗？有吧。有一点不像我，今天有点不像我，今天妆很大。哎，好了，加油。学当当。他们在干嘛？校外教学。应该是有感受到青春的气息。没有，你今天也是学生哎，我是校花。对啊，一校之花。校花有没有个绰号？校花都会，通常都有一个绰号，什么小敏之类的。哪有小敏？什么小敏？对，怎样想要来跳拉丁？你已经会跳了？对呀，啊，我刚学了。很强哎，欸！嘟嘟嘟，电话响，嘟嘟嘟，泡泡，哇，速成呢，欸！哇塞，不愧女团的队长，学三十秒就会，这是超简单吧？学长，你花需要半小时，他最好笑。
我们等一下来访问你。真的想要这张吗？是哟。不给。而且我还要删掉。拍屁，要拍屁拍。真的很难。谢谢，哎，不错，还不错，你校花感。很多喜欢用小时的相机拍照，看起来厉害，因为他画质比这个脸都不好，画质真的真的是低到不用学。OK 啦，哎，给镜头看一下，多大？我要放我的手机，放大一点。他就觉得发点皮肤的细节，有没有到细节？你要往事那一块。你干嘛陷害自己？来呀，皮肤的细致感，咕噜咕噜的感觉。欢迎那个化妆品找我代言。这个角色让他自信感爆棚。没有吗？眼线比较小。怎么跳？怎么跳？我在跳那个，他想往新的方迈，他想往新的方迈。有一个动作是这样，然后是这样。哎呦，有模有样哦，有模有样哦。哎，小时评断一下，这样的舞风吗？还是你也来一段，你也来一段可以吗？对，是小时。哦，小时会跳了。对，他可以。我跟你讲，他厉害的。毛利小五郎。毛利小五郎吗？哎，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名字由来吗？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毛利小五郎？我也是 AKB48 啊，你是？你要快转，我不会快转一下。你不要控制这个节奏。哇，我要说这个命令，我被家人解说了，太高评价了，吓死我了。不行，我觉得要快转，我要快转好不好，姐？他现在很害羞。刚刚你看得很认真啊，他说不定想要一起跳。没有，我要快，根本可以加入你们的团。小时可能比较想跳。对，小时我问过了。他已经在跳了。我觉得我们快转一下，因为我们这首歌曲里面有一个人要去演星星，他很认真的问，他想他说为什么要这样？他是不是有点牺牲？对。为什么是他？他猜什么输了吗？他被老师选中，他算是一个 C 位，那一次的 C 位，隐藏版。对。但是会有很多镜头的部分，而且该影响哦，他们人那么多，分散去跑宣传，他一定得要站。对，他就有很多每一场都有站，他一定得要站。好，亮点结束，亮点结束。看他就好，不要看我。所以亮点不是你，不是我。哎，你看现场一句啊，快点啦！哎，可以的，小时要不要演星星？快点啦！你要给小时该演星星了。我自己本身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星星，它是天上的星星。对，那有练那段吗？没有，我不会跳，我不会跳。你们不是每个人竞赛哦？没有，我们就是有先选。我以为你们46个人都46个吗？39个人都要跳一段星星。没有，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快点啊！你老虎都学过，我可以学星星吧？来哦，一二三 ，Q 一下。三，它是这样是吧？脸啊！哦，我会脸呐，脸呐，这样，脸呐，表情。有藕包，有藕包。我今天是演笑话。对啊，有藕包。他说他今天演笑话，所以比较有藕包。可是刚刚小池说笑话是他，不是你。啊，真的。哎，评价很高，他说的是周子瑜。谢谢。来来来，请大家审视一下，这是周子瑜。听我讲。身为这么演艺圈就是打滚多年的前辈，他当然会是。但可能代表他有联想到啊，可能有一点微妙一点啊。只是我老实说啊，不是第一个人这样说啊。哎呦，镜头直接谢谢大家辛苦。哎，其实已经大概有3-4个人。我跟你讲，退色的粉丝大家很比较。哎，那个谁，雷，蓝心蕾说我像沈月，你好像好多。哎，翔哥，你刚刚有那沈月 mix 子瑜。
哇，你这个给自己的评价很高哎。没有啦，没有啦，哎，还是我等下再。真是颜值担当。对，你现在他是 AKB 的，他开拍前导演过来问我说，他是左眼皮还是右眼皮？我说没有，他整脸。哎，不行不行，他整身都可以啊。不要我。然后就呵呵，然后走掉。这一次导演呵呵。没有，只是念上面剧情。我们这场要演那个整理资料。哦，然后我没什么亲密的整理资料，就是他没有这个经验，可以带他。我也没有这个经验，很少会有这种经验。好，再次好。下半场要开路了。对啊，我要坐跑车了。你要坐跑车？哇，你婶婶，你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为了要成为一个可以坐上跑车的女人，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要去约会的小女孩。是那种高级餐厅。对的，要去高级精致餐厅。对，然后有男友，你在等待男友要来接你。我感到男友怎么迟到了？对。哇，你今天真的是。校花一整天，对啊，粉色眼哇啊什么粉色眼哎，画面有点晃的。来，我们到旁边给大家看一下，去哪里去哪里？今日我最美。我让我们要有个情境剧，那你要那个微妙的运镜，你要看微妙的运镜啊。太近了，太近，有点太近了，太近了。OK， 有奇怪摄影师，这个不是哎、欸，你不要这个、欸、学生，你现在是学生吗？哦，对，我目前是学生，但是有在做那个打工，就是在当偶像。你看起来有外拍过吗？看起来有外拍经验哎、欸，我都在室内拍比较多。对，我真的是室内的。哦，平拍模特，对，平拍模特的。今年25岁，三围是24、32，看不到多少，真有是不是？那今日我这边都会有这个资讯。对啊，你什么星座的？金牛座 O 型。喜欢什么样类型？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我喜欢有才华的男生。有才华的男生。对对对对。等一下是要去上课吗？没有，等一下要坐跑车。哇，学生就对啊，你看我穿这样子，我怎么能走路来上学？肯定是要坐跑车的啊。那你是不是有男友啦？哦，我们现在还在暧昧中啊，还没有在一起。哎、欸，这可以用他那个会演戏啊，演戏、欸，我是录戏，我是录戏中的。戏中人生，他今天已经入戏到校花，对，校花里面了，难怪自信感有点爆棚。没有好不好？没有，等一下我要怎么下来啊？你、欸、怎么样帅气的从跑车？对啊，怎么帅？我没有从跑车。哎、欸，你要有那个苦爷，就是要有那个气势。他是怎样？脚要先下来，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唯美一点，脚要都要去那样。看起来长一点，不用喂了，不用喂，喂不下。那个车门的车顶啊，那个你要喂到撞到门，要闪过那个车顶的，你不用那么高，有吗？等一下我会给好，你等一下就要这样，等一下就要这样。再说，有点紧张。哎、欸，他已经要上跑车了。欸如果说这世界只有你和我两颗心，天气不是这么的真的我努力把星星摘给你想你的歌想你的歌想你的歌我都看没发现不错来准备五四三二他们不管了。
从那边走出来。女一都没办法坐这台车。我发现跑车塞嘞，哇！航空母舰，分享演过《花花香》。演过《花花香》。无讲啊，无讲啊，想要这边挑拨好不好？还需要人家看。今天看到大家演戏，有没有什么感想？我觉得演员好像蛮辛苦的，很专业，中间会等戏等蛮久的。对啊，等戏的时间都很久。然后，大家镜头来了，变一个样子。真的，大家今天来这里认识，小认识了一些演员，各位厉害的演员，光演员之美。经纪人不在就这样了，就乱下，应该还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往演艺之路迈进。我还要继续加油。那个台语区哦，当红八点档，不能再打着花花香的名号。你那个演艺基地下面就是陈写履历的陈思雅，花花香。跳一次，刚老师教的，没错。来，五六七，走 ，1、2、3、4，好，不错。因为他就是跳舞最重要的就是长得好看。会讲话，会讲话，真的是蛮会讲话。所以起码有七分。哇。起码有七分。满分是。起码有七分。其余值的话是八分。OK， 镜头转。昨天一整天莫名在自己录，来宣传，走宣传大使，职业资源戏剧，我们是一杯饮料，七八成不够，很顺的速度啊，各种想尽办法，啊、各种想尽办法让乌头出现，对呀，很荒唐，很明显，而且你还让。跳了，我为什么今天跳那么多？这也是他帅，以为是跳，就是帅男团，突然变成是要在夜夜这方面，我要跟他说声抱歉，他说我不好，如果我能够会多跳一点，好了，调音好了，差不多了。啊，就是这是我学皮卡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戴假指甲。我觉得戴假指甲是非常酷的一件事情。对，戴假指甲哇！然后这个指甲我那时候学，它还有很多花样，就是它有出很多不同的指甲，就是有豹纹啊那些的，就是也是有贵的，像我这个透明的就是最一般的。然后就是专业的话就是要修这个甲，就是每个人的形状不一样，然后你要买那个磨片去修它，修成适合的形状。那我这个就是偶尔拿来表演，我就没有修。然后琵琶最难的就是这个轮音，就是1、2、3、4、5，1、2、3、4、5这样。可是我觉得这很简单，可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学了，所以我觉得还你转转看，你转得起来吗？我要怎么转？你就这样1到5这样。对，所以是不是有一点难度？但是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东西，对你来说轻而易举。对。好，菊花台怎么弹？想一下。
像那个，因为钢琴太大众，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的虚实。哦。像是琵琶这种，人家没有人会的，人家看不出你的虚实。古筝、琵琶。对，就在那边转着轮子，大家觉得哦，气质爆棚。现在，殊不知就是那个基本功力。真的。你穿这套衣服非常适合琵琶。真的，哎，我穿太红了。你多久没有？我只有上通告会拿出来用。上一次上通告是什么时候？上通告拿出来是娱乐百分百。哇，那也有一阵子哎。因为后来发现大家都想要我吞拳套，大家不在乎我被弹琵琶的钱，大家比较想要搞笑的那一块。我以前那个金蛇狂，过年都会弹的，过年都会听到，弹给你听。等一下。是不是过年会听到？对啊，你找到歌了，直接一集给他那个。是不是过年都听到？很厉害哎！我的兴致，本来是预备要在湖畔边弹琵琶的，但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大明湖畔旁的格格的计划，最后就在教室旁弹奏。对，刚还有粉丝在听你弹奏。对啊，我觉得他们很捧场哎，看到了滑板的工作人员。哦，这里好暗，哇。出门的时候天色大概就是这个亮度，对，然后我们下班的时候天色又变成这个亮度，也是这个亮度。我们拍戏就是这样子辛苦，尤其天后什么又会影响拍戏的时间。啊，你要分享一下今天拍摄一天的感想。发现一下，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把我今天拍摄一天的感想，就是我觉得我为了爱不爱丽丝献出了我所有毕生可以拿出来的技能，谢谢大家，已经黔驴技穷了。下次要再客串下一出戏的话，我可能还要再生出很多新的技能。没有，你这次还没表演吞拳头。哦，对，还有，可是
没有什么戏会想要有人去客串吞拳头。哎，除了你的情歌之外，我刚突然想到你的情歌，我就是去吞拳头的。对啊，所以我所有东西都用上了，基本上我已经演员生涯已经圆满了。你可以来，对啊，可能可以拿去试镜，全部都是三。没有，你今天学会了一个新技能啊，是什么 ？Lucky， 只有四拍的 Lucky， 四拍 Lucky， 三四。自拍的 Lucky， 哎，你很棒，你最后的 ending 就是气质爆棚结束。有吗？我刚刚有气质。有啊，我刚刚有一点小紧张。有弹得很好。真的假的？那就好。好啦，我们要回家了。耶，收工。拜拜。